横版格斗线上游戏《剑魂 Saga》日前正式展开公测喽，当然也追加了很多的新内容，包含了跨服世界 BOSS 战、跨服 PVP、时装系统以及限购商城等等，要带给玩家不一样的游戏感受哦，赶快一起来看看吧。居美游戏旗下最新横版格斗游戏《剑魂 Saga》日前进入公测，并导入全新游戏内容。其中最具特色的神域对决系统，是让玩家操作自己的角色，跨服挑战不同服务器的玩家。若是担心装备差距太明显，游戏也提供纯粹比技术的公平 PK 模式。当然，如果玩家手握神兵，也可以选择正常模式，让敌人尝尝神兵利器的惊人威力。另外，也有跨服的世界 BOSS 事件，需要全服玩家一起合作挑战，并有充满价值的奖励等着玩家，有兴趣的玩家们快来加入吧！